6亿元的机场捷运林口 A7 合宜住宅，今天是正式由四大建商来首度连卖，每平平均售价15万元，一早就吸引了200-300人来申请抽签，这个中签率不到12%，预料也将为附近周遭房价投下低价的震撼弹。采光明亮，格局完整，50平的大空间，4房2厅，这是林口 A7 合一住宅的装潢样品屋，另一头还有30平大的实景屋，才正式开卖不到1个小时，便涌进上百位民众来申购，还有中南部的民众特别北上来看屋，希望能够真的是被抽中奖，会很希望抽到，当然希望啊，1/10的几率而已啊。就是双北房价贵买不起，北台湾的桃园房价也炒到40万，也让林口合一宅受青睐。除了一字头房价，位在机场捷运沿线，四大建商合盖，总销量300多亿，共计4463户，最快3年后交屋，预料将会对新北市附近周遭房价投下低价震撼弹。再低一点那是更好啊！对周边的房价影响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大，其实可以带动周边其他邻近个案的一个来人量。合一宅开卖第一阶段登记有70天机会，将在7月5号统一抽签，7月22号选屋，到时候抽到了民众，需准备30万的签约金，就看谁是合一宅幸运儿。中天新闻王淑明、陈玉晶台北报道。